你怎么做事就不考虑后果呢？哎，这事儿我得说道说道你了。你这就是典型的独生子女自私。我自私？你怕他们生了二胎就不爱你了，对吧？他们为什么要生二胎？因为他们孤独寂寞，你太少陪他们了。 怎么少陪了？我天天挨着他们睡，跟他们一起吃，一起住，我怎么陪？那你除了陪他们睡觉、吃饭、玩手机，你陪他们聊天了吗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他们知道吗？那他们还自私呢。我好不容易开口借钱，他们也不答应。你借多少我给你啊？真的，猴子刚借的我20万，我现在卡里还有5万，你要的话我全给你。 怎么了，丹丁？啊，哎，你别看着我，你这个人吧，挺可爱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借你5万就可爱了，那我要借你500万呢，你不得死乞白赖嫁给我？那你拿给我呀？我得有啊。 哎，你这离家出走的，还得继续演下去吧？怎么着？今天晚上去我家住一晚？做梦吧你！你有钱订好酒店了啊？现在啊，你把我送出去。送你可以，你明天得帮我一个忙。大哥。 大周末的，你不带这么虐人的好吗？哎，我帮你这么多次了，我第一次开口求你吧。我怎么感觉有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呢？行吧，扶着过来。哎，你们轻点。我刚跟他说好了，绝对不会帮他的。 但是你这么做是挑战我做人的底线。我不管你已经答应我，我不管啊，我不管，我告诉你，你答应我的，就你一场，就答应我这么一次。不答应这样的，你干嘛这么欺负我箱子？快点，别把箱子给我们。小鱼快撤，快点，快点。 撤呀！走走走，走！让我们撤！是里边，是里边，是里边！狭路相逢，龙泉山！你给我回来！让一让，张小薇，你俩留在这里牵扯他们，然后我跟丫头从那个方向去迂回他们。虽然对方可能有埋伏，但是我不赌这一把。 加油！1、2、3！别！你们俩加油！不！没事，挡好子弹。说的我先冲的吗？不是，是。你先走，你先走。哎，小道，走走走，你快走快走！哎呦，不行了！怎么了？ 买了，走，不玩了。哎，不玩不就输了吗？输了怎么了？几毛钱旗子重要还是你脚重要啊？不是，哎，走。哎哎，太吓人了！蓝队1号、2号，out！你干什么？干嘛呀？不是，你都被他们打死了，你到底为他们做出什么？你们女孩是这么玩游戏的吗？你去拔旗，我来拿，他们才能赢，懂吗？怎么赢啊？ 去拔旗，去哪儿？那边。你自己小心。快快快！你们走快点吗？来不了，我累啊。不是你这么抻着，你不累吗？我不累啊。那我疼啊。省着法儿的占我便宜，快点走。蓝队3号 out。丹宁挂了。
你看着吧，五秒之内张小鱼必挂。蓝队四号拔旗成功，蓝队胜利。Yes！ 啊！就这样多好啊，玩什么脸型？干人了！啊，又趁我便宜是吧？怎么着啊？有本事你转过来呗。行了，下来吧。你亲我了，从今以后你就我的人了呗。哎呀，我只是证明我有胆子亲回去而已。走了。你真的亲我了？